莫大，莫大，你在里面吗？我进去啦。莫大，我进来了。合同都签好了，是有什么事情耽误了吗？夏小宁，顾总，你不是要约莫不语见面吗？怎么，约到这儿了？不是，你之前带我来这儿的时候说莫不语需要一个自己的录音棚，所以我们有事儿，我就约他到这儿来了。那他人呢？人不在，但合同签好了，您看。到饭点了，一起吃饭吧。顾总，您到这儿来就是为了吃饭呢？我刚好路过办点事情，然后就进来看看。这个莫不语也太没诚意了。那个，一起吃饭吧。说好了当面签约，临时手你约。我觉得这个人很不好合作。顾总，莫不语他已经很配合了，而且今天是主动联系我让我来拿合同的。今天他可能临时有什么事情，所以耽误了吧。而且他字都已经签好了，这已经算是有合作诚意的了。他爽你约，你一点都不生气吗？我为什么要生气啊？他平时就很少接商配的，这一次能这么爽快地答应我，高兴还来不及呢。我看你是被偶像迷昏了头脑，拿着公司的资源去假公济私的吧。顾总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莫不语他现在可是网配圈的流量级大咖，在网上的话题自然是少不了的，那戏感这一块您就更不用担心了。出道五年，作品无数，实力肯定弱不了。就算我有一点自己的小私心，那我也保证绝对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。莫不语这么好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我看没那么好吧，也就一般吧。那个，你明天的公司选拔准备得如何？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全力以赴。那加油。我有水了。I found the love for me, and darling, just die waiting and follow my lead. I found the girl.Beautiful and sweet, I never... 你瞧瞧，穿衣显瘦，脱衣有肉的，居然会比不上那个出席个活动都要裹得严严实实，连脸都不敢露的网红 idol。再说了。声音也不比他差啊。让我认输，我偏不信那个邪。等着吧，夏小宁。
我看时间差不多了，正好顺路，我送你去上班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谢总。一起吧，路上我有工作要交代。谢谢谢总。顾总，我还是自己去公司吧。等我到了公司之后，我马上就去您办公室。您有什么需要交代的，到时候再和我说。老板再见，拜拜。你什么时候上班这么积极啊？那也比你假借工作为由坦荡，理由无趣。真是的，这两个人一大早的，真是吓死我。这什么情况啊？小透明，哇靠，还是莫不语铁粉，这是俩男神要 PK 了吗？别瞎说，我们无常大大只是转发说期待合作，网传里每个男角色都很经典，被哪个我都喜欢。还用想吗？必须是一番男主。这花小宁的声音也太一般了吧，两个老板都这么没见过世面吗？好迷啊。哎呦天哪，是这个世界疯了还是我疯了？谢无常他居然转发我的微博，是搜索了什么有关忘川的关键字吗？非常感谢您的期待，另外诸位不要着急，海选才刚刚开启，最终角色人选请等待官宣哦。一定是我今天早晨起床姿势不对，接着睡一会儿，压压惊。目前忘川的前期筹备工作已经完毕了，接下来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微博上其他角色。这怎么回事啊？怎么把我要陪忘川送上热搜了？这怎么办呀？昨天小宁刚发完海选微博，这谢无常他就转发了，他还说期待与我们合作，看来这位大神想过来配音啊。小宁跟谢无常很熟吗？哇，谢无常居然主动要来配音，我没听错吧？这条微博我早上也看到了，现在都成热搜了。果然啊，这花小宁就是夏小宁啊。你可以啊，小宁，两个顶级大咖都被你搞定了。既然谢无常转了夏小宁的微博，那么证明他应该也是想来配剧的，不如就让夏小宁来负责对接好了，行吗？不行，夏小宁是我的个人助理，除了工作以外，既要对接莫不语，又要准备海选，他的工作已经饱和了。既然饱和了，那么就不要让他做你助理了，专门对接配音演员不就行了？那也要看夏小宁个人的意愿。是这样的，我目前手上的这些工作没有什么困难，我可以胜任，但是我对于谢无常不是很了解，我害怕如果我贸然进行对接会弄巧成拙，所以还是请其他人来进行跟进吧。好了，开会的时候就不要讨论个人的工作安排了。 OK， 散会吧。嫣然姐，嫣然姐，你怎么了？没事。海选定在下午几点钟？下午四点。不知道又如何？不知道又如何？顾总，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准备的都差不多了，剧本已经打印好了，下午会发给同事们。我自己的那一部分我单独留出来了，打算再练一练，争取下午拿最好的状态出现。我听过你的片段，情感上面没太大问题，主要是着重注意一下咬字方面。好，我会注意的。顾总，
你什么时候听过我的片段呀？我看你微博上面发过。下午加油。谢谢顾总，我会加油的。嘟嘟嘟嘟，哎，哎呀，真好看啊！不想执照啊？难道今天会有事要发生？雅婷，要不然你就把台词全都背下来，等到下午试音的时候，你就闭着眼睛录，这样你看不到外面的那些人，你会不会就会好一些啊？不行啊，小宁，我试过了。那可是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你的声音也会跟着抖的。小宁，下午你能不能在我后面试音啊？这样的话，我就能站在主控间看到你。我看到你的话可能会好一些。当然没问题了，下午你先试。嗯，我先去外面静一静，这一次我一定要成功。好，你先去外面静一静，加油。那我先去了。嗯，情情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，生者可死。小宁，洛丽姐。小宁，我这里有份文件，需要马上送到南城厉总的公司去，这里面都是公司的机密信息，不能各走快递，就只能麻烦你跑一趟了。可是南城很远的，我下午还要试音呢。大家目前都走不开，就只有你有空。但可是我下午……小宁，公司的事才是最重要的事，海选下午4点钟才开始，你赶在之前回来就行了。来得及的，嗯。好吧。嗯。顾总，这是下午的配音名单，麻烦您确认一下。杨老师在等您。好，谢谢。喂，厉总，我现在已经到你们公司楼下了。啊？哎，我不在啊。您不在公司啊？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现在在附近谈事，你方便的话帮我送到这儿吧。哦，那厉总，我问一下，您那个地方远吗？因为我下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试音，我要赶回去。不远，不太远。你沿着青兰路往东走，右拐，有个工厂，我就在工厂里。好，明白了。厉总，厉总你在吗？厉总，厉总。有人在吗？哎，别关门啊！哎，开门啊！开门啊！还有人在里面，有没有人在啊？有没有人啊？您拨号的用户已关机，请稍后再拨。接电话呀！喂，小宁，你在哪儿呢？录音已经开始了，你怎么还不过来？你是已经试完音了吗？嗯，小宁，我感觉快下雨了，你赶紧回来吧。雅婷，你现在能找到洛丽姐吗？你能让她接个电话吗？我现在这边有点情况。哦，好，我这就去。Thank you.
喂，洛丽姐，哎，那是这样的，我给李总打电话，李总手机关机，我联系不上他，然后我现在被关在一个工厂里面出不去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你先别急，我这就跟李总打电话。洛丽姐，麻烦你快一点，我马上就赶不上海选了。喂。梦短梦长皆是梦，年来年去是何年，如若我与你是一场梦，唯愿长梦不醒。但就戏感来说是目前最好的，但是声音控制力差了点。可是他人物的贴合度不太够。那就再试试。辛苦了，下一个。听说今天下午有台风，刚才我出来我就感觉不太对劲了。就是晚上要下雨，怎么回啊？哎，哎，姑娘，外面下着雨呢。顾总，我现在在外面打不到车，外面雨特别大。你在哪里？告诉我位置。我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我在哪儿啊。夏小姐，你看一下你身边有没有什么标志性建筑。我身后有一个红色的大桥，然后我现在在，我在这个南湖路公交车站牌的下面。今日下午，山竹台风进入我省，引起大规模降雨。请各位市民注意出行安全。夏小宁，以后别人给你安排工作，你过来问我一声。你是我的助理，不是全公司的，明白吗？我下次不这样了。夏小宁，不得浮生半日闲，雨天沙发、电视、零食。平常这个时间，小宁也该回家了吧？关机了。
的都在忙。金瑶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自己家，我怎么不能在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因为小宁到现在还没回来，然后我刚刚敲了顾总的门，也没有人，我以为你们全公司都在加班呢。小宁和老顾都不在？嗯，不可能啊，我们今天不加班。奇怪啊，小宁今天没有来公司，连海选试音都没参加。老顾下午很早就走了，他们两个不会有什么事吧？不行，我得打电话问问。不用打了，我已经打过了，小宁的手机关机了。我打老顾的。晚上夜不归宿，然后那个，喂，顾总，小宁在你旁边吗？因为他一直没有回来，所以我有一些担心他。哦，小宁下午外出送文件的时候淋了雨，发烧了，现在在医院。发烧了？谁发烧了？顾总，那小宁既然在你那边，那我就放心了。那今天晚上就拜托你了。嗯。什么就拜托他？嗯，他靠谱吗？快把手机给我。哎，喂，辛苦了。小宁什么情况？发烧还住院？哪家医院？医院？哦，我没有问。不过小宁跟顾总在一起，肯定没事了。那我先回去睡觉喽，你也早点睡觉。晚安，拜拜。哦，搞错了，搞错了。晚安哦。那个时候，我家里面发生了一些变故，为了不让我妈妈担心，我就努力的假装自己很乐观，可是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，失眠很严重，学习成绩也下降。多亏了她，每天都有一个小故事陪伴我，治愈我。从那以后，我就每天晚上听着她的声音睡觉。每一次遇见都是一种缘分，我们的世界中每天有着无数次的遇见，有着无数次的缘分。有些人可能只是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，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浅浅的痕迹。有些人注定只是与我们匆匆擦肩而过，快的快得来不及遇见，遇见了来不及相识，相识了却还要说再见。并不一定每一个相遇都是久别重逢，但你若珍惜每一个久别重逢，都是最初的相遇。
醒了，应该没事了，今天就能出院了。我这是怎么了？你发烧了，你男朋友在这里守了你一夜，今天早上接了个电话，着急走了。这是他给你买的早饭，你休息好了，十一点前离开就行。谢谢你。陈宇，怎么了？一大早就把我们叫过来。昨天，洛丽让夏小宁去给厉总送文件，你知道吗？洛丽，我不是让你送去给厉总吗？不好意思啊，郝总。顾总，我昨天是打算自己去的，但是临时刘总也打电话让我过去对接一下版权问题，我走不开，就叫了小宁去。以后不准再这么自作主张了。我知道了，郝总。那夏小宁为什么会被关在工厂呢？这个我真的不知道，顾总。好像是说，当时的管理人员不知道里面有人。那厉总呢？你能联系得上厉总，为什么夏小宁联系不上？洛丽，这个事情你要找厉总好好问个清楚。对不起，郝总，我昨天……以后这种不守时的人，终止全部合作。行了，没你事了，出去吧。站住！你知道昨天下多大雨吗？因为你的疏忽造成了其他员工的伤害，你负得了责任吗？对不起，顾总。我下次一定不会了。文件平时都是用快递的，对吗？什么文件这么重要，需要亲自去送？陈宇，这个事情不怪洛丽，是我觉得那份文件比较重要，想着送过去。什么时候我的助理变成全公司的助理了？另外，这么简单的工作你都做不好，恐怕其他的工作你也没有办法。哥，顾总，嫣然姐，熙远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是来找你哥是吗？那你们先谈。罗丽，我们先出去了。罗丽，我肯定会好好教育他的，放心吧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来看你啊，哥。说吧，又惹什么麻烦了？郝总，姓顾的，你给我出来！这位小姐，你有什么事吗？我跟你说得着吗？让姓顾的出来，我方言的感情也敢耍？我知道你在里面。是男人的话，你就给我出来说清楚。您先别激动，方小姐是吧？顾总他真的在忙，您现在就算进去了，也什么事情都处理不了。不如这样好不好？你先到我办公室坐会儿，等顾总忙完了再来跟您谈，好吗？方小姐，请。小宁，我们出去聊一下。嗯，小宁，我为昨天的事情向你道歉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没关系，都已经过去了，我也不想再追究了。既然我欠你一个人情，我现在就还你一个。刚才你看到那个叫方言的女人没有？嗯。这些年像这样的女人太多了，
我跟在郝总身边，也无数次的看见郝总替顾总摆平这些事情。有时候想想，我也挺为郝总不值的。我相信你也感觉到了，顾总现在对你是有那么点不一般，可是你也看到方言了，当初的他还不是这样。最后呢？最后是谁去解决这些女人？顾总身边又还剩下谁？顾惜月，你钱都被断了还出去胡闹，还有你是不是该佩服眼镜了？眼镜？哎呦，不是哥，我真的没有那方面的想法，是他，你也知道我特别的有魅力。这我懂，但是以后惹了麻烦不要往公司跑，这里是工作上班的地方。知道了哥，一天到晚被你和爸念叨死，我这不是碰巧吗？他就像个鸭子一样跟过来的。哎呀哥，行了，我知道错了，这样行了吗？不行，顾惜月，你就是要吃点亏才能长大。惜月，嗯，刚才那个女孩已经走了。走了？嫣然姐，你好厉害，她可没那么好打发，她这样就走了？只要你不要用所谓的什么真爱论去打发人家，给点切实的利益。利益？他说他喜欢我，还收了钱，我找他去。还胡闹！惜月，你是真的不能再胡闹了。要不这样好不好？你先到楼下餐厅等我一会儿，好久没有一起吃饭了，一会儿我请你吃午饭。行，就这么定了。哥，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嗯，你可不能这样惯着他，这样对他不好。我知道，但是话虽然这么说，也得慢慢来，不是吗？对了，洛丽我已经说过她了，她的绩效我也会扣。我知道她这次是真的长教训了，能不能看在她跟了我这么多年的份上，再给她次机会？这件事情你自己看着办吧。陈宇，马上要到饭点了。要不跟我们一起吃饭吧？不了，你去吧。需不需要帮你带点什么？不用了，我不饿。好吧，走了。小宁，你进来一下。顾总，怎么没回家休息啊？身体好些了吗？我没什么事儿了，谢谢顾总昨天送我去医院。哦，昨天的医药费我会还给你的。没多少钱，就当加班费吧。那不行，一码是一码。嗯，顾总，您还有其他事情吗？没能参加昨天的海选，我希望你不要难过。我不难过，真的，顾总。错过了一次没有什么的，我已经开始准备女二号还有女三号的海选了。虽然我知道这么重的角色可能希望不大，但是不试一试又怎么知道呢？好，那你加油。谢谢顾总。这家餐厅的味道还不错，我经常过来。没你做的好吃啊，嫣然姐。你呀，就是嘴甜。
你做的菜啊，连我爸妈都赞不绝口。你看起来不像是那种会做菜的人。你是不知道国外的饭有多难吃，所以说我这是迫不得已，只能自己做饭吃啊。那你是大学才回国念的书吗？哦，对不起，嫣然姐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知道我不会说话。没事，其实就算我父母没有出事，我也打算回国来发展的。这些年真的很谢谢叔叔阿姨收留了我。嫣然姐，有你在啊，我爸妈很开心的。你要是能少惹点事儿，叔叔阿姨会更开心的。好了好了，不说了，快吃饭吧。沈琳，吃午饭了吗？吃了。你看你身体才刚好就来工作，我给你买了一些保养品，很好的。谢总，我已经好的差不多了，我不需要这些的。没事，身体好了也可以吃的。对了，小宁，昨晚你和顾总……顾总他昨天晚上送我去的医院，大概就是这些。当然嘛，这上司关心下属很正常的。小宁，我看你今天好像不太开心，是海选的事吗？没关系，回头我帮你招呼一声，专门给你安排一次面试，不是什么。谢总，谢总，您关心我，我真的很感谢您。但是错过海选是我自己的问题，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任。成为一名优秀的配音演员也是我的梦想，我也会为我自己的梦想负责任。我真的不需要任何人以任何方式为我走任何捷径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自己会努力下一次面试的。那你好好准备，我先走了。谢总，这些您还是都拿回去吧，让您送我花不太合适。你要是不喜欢的话就扔掉吧。录音我已经录完了，等一下发你邮箱。莫不语这么快就交音了？顾总，顾总，怎么了？莫不语的第一期声音已经交过来了，我发到您邮箱了。我待会儿听一下吧。对了，你是负责对接的，那你也写一份反馈意见吧。我可以吗？当然，我相信你。谢谢顾总。莫大，声音已收到，并且转发给了老板。出了反馈意见，我再发给您。谢谢您这么效率的第一期音，辛苦了。应该的。对了，我看网上说，你们公司在海选招募。你这么喜欢配音，有没有去参加？本来想参加，可是错过了上一轮，
不过我已经开始重新准备了，我会尽最大努力的，绝不丢我们墨家的脸。加油，期待你的好消息。有男神的鼓励，一定会有好消息的。好，静候佳音。